己有没有时间来一场戏？来一场戏，来一场戏，不行了，放下。亲亲微醺，嘴对嘴亲亲，再来一回。啥货？啥回？亲亲。对啊，其实我也难为情的。那我们两个如果穿情侣装的话，配合厂商的活动，这样应该会更有 feel。哎呀，聊好久，聊好久。可以装红色的，不是白色的吗？红色的。两位现在目前已经剑拔弩张，哎呀，人就在这边。不好意思，给你我们已经测试过 Sakino 了，他那已经测试过。我们现场就来看看实测截图，来来来，来看一下，看一下哦。嗨，大哥，我是 Hanna。酷哦，哦 ，Hanna 是这个花朵，花朵，怎么了，哥？没有太多钱哦。什么？找歌坛的合作，不晓得是要跟你，还是要跟经纪人说？在这说便可，只要不是借钱，哎，都好说。哎呦，你的照片很相当哎。我一直都是哥的粉丝，在节目上觉得你超好笑的。真的有个合作温泉找我，然后介绍民宿的影片。那因为我之前有看过哥拍温泉的影片，觉得超有趣的。那一集对，哎，好笑是不敢当了，大家有开心才是真的，又来温泉了。所以哥不晓得有没有合作，以及有没有时间来一场戏，哎，来一场合作，来一场戏，来一场戏，你行得上场，来一场幸福的合作，幸福的合作，来再来，对，哇塞。内容很简单，就是要哥来帮来当我的男朋友，然后扮演情侣，然后进去民宿里面介绍饭店的设施，这样子。哦，哇，今年暖冬啊，真的要拍一下温泉。那就12月18号下礼拜三，你跟我赢。行，完全命中。是啦。赞哦，赞哦，嘿，赞。哎，对了，沙哥，民宿那边说要推出一个很酷的新活动，叫做“亲亲微醺”。只要住宿的时候剖嘴，嘴对嘴亲亲，再接受5000CC 的啤酒。5000CC 也太多了吧？不过是不是要跟嫂嫂讲一下？啊，啥货？啥回？亲亲？对啊，其实我也难为情的。这会出人命吧？可是厂商说这个福利不错。咦，你跟嫂嫂有情侣装吗？偶尔啦。那你是什么颜色？我忘了啦，我根本不想要记得，好不好？哎，应该是红色的吧。那不然那一天你把那件情侣装穿出来，然后我去买一件一模一样的。想说我们两个如果穿情侣装的话，配合厂商的活动，这样应该会更有 feel。红色很好找哎，很棒。很棒哦，可以哦哎，反正演嘛。你刚是不打个？打了个马沙路，谁教你的？我福福教我的，马沙路是福福教的。哦 ，OK。对，因为我知道你是排湾族，那我是三地门的哥哥嘞。哦，你要大尺度，我是不反对了，但我是没有。原来你也是同胞哦，哎，难怪你打字没有口音。嘿，我台东大武的。大武那很近哎，差不多2个小时吧。哇，哦，这个来了。Oh my god。都是同胞哥，还是想保护你一点点。哎呦，这吻我先收口袋。收口袋啊，收在口袋。收在口袋吧。哎呦，哥，你记得18号你情侣衣要记得带哦。当然，必须的嘛。红色的，对不对？工作一定要敬业精神，为了温泉。哦，对对，然后呢？哎呀，聊好久，聊好久，哎，而且有聊起来，对啊，有聊起来。行了，来来来，我跟你讲哦，你可以要求直接传证人啊，证人不是别人，就是当时萨基诺来。好，电话拨出去，你直接质问他，好不好？好，喂，老公，马沙鲁，你认识吗？谁啊？哈？你说什么？我说马沙鲁，你认识？你知道吗？你认识吗？三地门那一个？不会有人叫马沙鲁，马沙鲁是台湾族的谢谢，好不好？傻瓜。那你认识汉娜吗？那个是日语。我知道汉娜是日语啊，你知道这个人吗？汉娜。怎么？你说小花是吧？是台湾族那个啊，住三地门那个。哦，叫哥的那个，玩情侣的，叫穿红色情侣装的那个，都会有人叫我叔叔，哎，什么叫我哥？哥都是传说，没有。直接问，直接你要跟他去，那你要跟他去泡汤吗？
好了，这样子好了，这样子问好了。那你会接这个业配吗？什么业配？什么业配？你不是你。你说话没头没尾，这是你是，哎、欸，你好会闪话题哦，其实你都知道啊，刚刚陈浩跟我说的哦。你说那个不是那个案子还没有过，所以我还不能。没有啊，那个哈娜就在我旁边呢、啊，你要不要跟他讲话？不是哈娜为什么不在你旁边？啊，为什么不是傻库拉在你旁边？傻库拉，好，等一下哦，等一下哦。喂，沙哥吗？哎、欸，是，请问是？我是那个台湾哈娜。前两天我们不是有那个弄 message 联络？哎、欸，对呀、啊，你不是说要跟我穿情侣？情侣装红色的，不是白色的吗？红色啦，色啦，色啦。我们不是约好要去温泉会馆吗？不是，时间还没有到，你对。真的、哦？那你要去吗？不是讲好了，讲好了嘛，对不对？是。对啊，我说十八号要穿红色的嘛，情侣装。问他为什么没有跟你讲？我问他为什么？你是谁？那你为什么没有跟我说？是谁？不是，因为出来没有，不是，因为我的那个。不是，因为我的那个什么，我的那个粉丝那个专业有没有？我的那个管理员是经纪人嘛？没有啊，没有啊，你回应是你啊。我们里面聊天的内容，我们里面聊天的内容，其实经纪人你都知道啊、哦。好了，我生气了啦，我明天回娘家，我不要工作了。我现在就回娘家。不是，现在回娘家是下雨的，拜拜。那边路是封的。你娘家路是封的、啊？没有啦，没有啦。暧昧的程度应该蛮重的，蛮重的啦。哇，要修啊！你哪哪那边没来杀鸡呢？我咋地呀？不是哦，你们觉得是暧昧吗？这绝对暧昧的嘛。对呀，对呀，对呀。好好好，无罪释放，先带他到小房间。好，到那个小房间等待。我要个别审问。对，等一下个别审问啊。